大家好啊，我是 Sasa， 今天是8月30号啊，时间是17点50分。咁我而家嘅位置是在北河街同埋荔枝角道的交界。咁同大家行一转荔枝角道啊。呢度有間錢大媽，呢度有間街寶啊。哇！嗰啲哈密瓜20蚊一個，網民瓜咧就係22蚊一個，咁有啲西瓜啦，60幾蚊個。呢啲黃金梨啊，20蚊一份。呢啲芒果啊，20蚊一份。奇异果50蚊七个，金奇异果咧就20蚊四个啊！黄一堂龟苓膏专门店啊，我呢度有间散货王。哇！喺度好多人買菜喎，喺度。雞蛋26蚊派，雞蛋26蚊派，買啲過嚟打啦喂！各位街坊，各位街坊又有得加啦，15蚊有三件。過嚟呢邊有間中國工商銀行啊。咁呢邊有間百佳啦。咁我哋繼續向前行啦。呢邊有間長興啊。依間東城仲喺度啊，專賣衣車啊同埋雜骨車嘅。
一边就是南昌街啊。喺度有一間叫做家私王啊，呢度有一間飛鷹餐廳啊，係傳統鋸扒嘅餐廳。思成檸檬冰室，我將啲嗰啲出嚟，你都一條係石結尾街啊！
度有间长丰食品批发零售啊。在这里买二手电器的，有雪柜添啊。呢度有一间叫做任美食啊，对面有一间学校啊，世界龙岗学校刘皇发中学啊。咁而家呢條係黃竹街啊，我现在转过来这边是界限街，咁我而家身处咧都系荔枝角道噶。呢度有一间叫做益群士多啊，咁而家呢度系枫树街。
咁呢條片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離開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喎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